感谢我们各位面对教会的妈妈，就是平常其实我们在教会都有看到妈妈，就是都会关心我们，然后让我们觉得很窝心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家庭哦。那姐妹这边，姐妹这边哪一位？两位都在微笑，那就都讲哦。请，哦好，请莉亚。要我先讲，然后大家欢迎。那这样恩硕好像也要讲了，因为大家都讲了。那恩硕最后一个，你先准备一下。我可能大家比较少看到我，我就在新竹读书，然后就有接些社工，所以比较少回来。然后那我想谢谢我妈妈是，就是社工遇到什么困难，你就可以问她，然后她会，就我觉得她会安慰我。然后我觉得到我就是新竹读高中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就给我很大的帮助，然后也会让我觉得就是我遇到什么挫折或困难回到家，就是他都会就是给我安慰我一些回忆这样。然后就是出去读书，然后就是室外，然后就会发现就是每天就是以前每天回家，就是妈妈都会准备那热腾腾的饭菜，就觉得很幸福。然后就是外面的食物真的不太好吃这样，所以就是回到家就吃到。请以心。好，因为临时被替我也不知道讲什么的，那就是一样是谢谢自己的妈妈吧，就觉得就像是一个暖包一样好了，就是有的时候有事情跟妈妈分享，然后想到妈妈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这样，就妈妈会给一些支持还有鼓励，然后就是会让自己觉得很感动。那其实我觉得其实天底下妈妈的心都是一样的，就是都是会为了自己的小孩而付出而努力。那其实小孩虽然嘴巴上不会说，但是心里都会是满满的。那就祝全天下的妈妈还有自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好，谢谢以心哦。那最后请恩硕。事前通知，突然点你们这样，谁叫你们是我带过来的学员，只能点你们这样。